Zombie Apocalypse.哦，好。排备战，排备战，排备战。他们备战五哦，拓轮的，稍微注意一下。我们拓轮备战没那么多、哦。我这一队通通排备战。各位各位，那个拓人里面的优先占补给，优先占补给，优先占补给。没有，我在备战，我在备战，我在看了，我在看。优先占补给。补给，补给。打掉了，打掉了。拓轮里面的优先占补给。补给。我等下出去换兵。影武者，影武者，进补给，进补给，把你的兵拉进去。路。一个短棍就扛不住。射门可以吗？射门可以吗？射门可以，他们还没要打。进攻补给，进攻补给。来。登克的侧门还有几个？几个总攻在前面，已经秒了。他们登克的侧门注意哦，等一下我兵过去哦。现在这里有两组。据点可以再抢回来，但补给抢回来很难。各位，进中轮流推，进中轮流推。然后，如果是马的马兵的帮忙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人在偷，想会偷哦。侧门加器械推进去，再去拿个骑兵。这个骑兵不要正面去撞人家架好的巨马，从侧面去撞。来，往前压，我进中推了，正面进中推了，往前压。侧面，侧面，侧面野蛮人，侧面野蛮人，先打武将。他们打了，他们打冲进来了。本阵，本阵，本阵，注意，注意本阵。侧面马，侧面马，哇！哎呦，完蛋啦！后面补给有人在偷，家里的补给有人在偷，撤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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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卡门口就好，全部撤回来。器械架了，器械该架了。谢马补人，谢马补人，谢马补人。现在是 China 正级在谢马这边有
被送出来的先去卸人马吧。本科被送出去，我主要去卸人马，分错了。现在这边七个人在卸人马外面。被送出来的先到卸人马吧。卸人马多少人？跟我讲一下。卸人马他外面有八个人，八个 China 的。正面可以的话，进中，进中往前推，进中往前推。干你娘！哎，来个。送出去，送出去！他们人少了，他们人少了，直接押出去。正左边的门，拓轮左边的门直接押出去，先干武将，他们人变少了。现在 China 要追我们。五辣的又来了。现满才几个人？满。全满。十七个。我们这边只有瑞士法牌的人，一个高站哦，完全没有人要。破口。破口人不够哦。左边城墙都没人来哦。我一换一了。这边，这个谁的大盾怎么一直放在下面啊？我今天先往背站啊。好。可以哦。我看一下。那个谢尔玛破口的这个大盾，辽东往后面一点。你的侧面已经被人家打了，你要把大盾的口朝着破口，而不是侧面朝让破口打，然后器械架里面往外炸。然后破口楼梯上的后面注意一下，后面会有他们的人下来。城墙上的注意，城墙上的注意。然后，看一下，先处理城墙上的，不要急着出去。城墙上先处理。内部被开战了。对。城墙点，好。里面这边的人，这边还有一队。China 的又补一队来了。来了。哪里？OK， 好，送出去。村那至少来了三队，抱歉，三队，他们补充了三队兵马。你说拓轮还是希尔玛？希尔玛那边补了至少三队人马。好，希尔玛他们没有再补人进来了，注意外面。那个现在在希尔玛的。有骑兵的话，换个两队或三队去外面扫，然后其他人跟着出去，然后往他们家补给推。然后这边城墙这边有人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好，那个步兵的就不要再出去了，骑兵扫完就回来，骑兵扫完就回来，他们人补好了，骑兵扫完就回来。
骑兵扫完就回来，步兵的在里面架好破口，架好炮，架好这个城墙上需要人，然后刀盾是刀盾的玩家主动往前去破阵，让中士好推进，或是进中好跟。蟹人马一直都有战旗人补进去哦。对啊。喂，那个大盔哥，你就继续卡着这个城墙观察，你的兵就先不要再动了，你的人就在左这个墙这边侦察就好。兔人没事，请放心。所以外面战况有需要帮忙吗？哎呦，目前没有。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拖着大概五六分钟。喂、okay, ，墙上的兵往下拉了，墙上的兵往下拉，把破口堵好，不架好。然后，破口这边缺盾，破口这边缺盾。我来。现在他们进来了吗？他们外面要加器械喽，外面要加器械喽，注意一下哦。哦，没有没有加。OK。那个，破口拉开，破口的兵拉开。他们器械要架了，朝两侧架两侧，两侧架两侧，然后进中放盾后面。盾里面架器械，可以的话就是架铁砂，然后楼梯这边的进中需要保护，有没有一个盾兵来这边保一下？我看一下，他们有人去那边了哦。来，这边，这边，楼梯这边另外破口另一边的城墙补人，补两个，补一队进中，然后一队哥拉杀那个武将。大辉哥，我这边上来了。哎 ，OK， 然后。正门注意哦，正门注意哦，正门有没有破口？我问一下正门的门有没有爆？我问一下正门有没有爆？没有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。那个侧门的人多太多了，往一些人往左那个另一边走。看一下。有没有？我看一下，没有双刀、哦，双刀只有寒月在上面，不行。OK， 那个大盔哥这边的楼梯往上压，然后后面注意那个中间上面的城墙要注意。正门上面城墙稍微注意一下，然后大盔哥这个方向给他们压力，他们会平推哦，他们会平推哦。OK， 好，没事，扛住。哎，侧门，破口注意哦，破口注意哦。他们进来就要平推了，我看一下。大盔哥，我这边没了。哎，左边。那个左边这边的盾往前一点，他们平推了，来后面进中跟着平压回推回去。那个谁 SI 往前去破阵，武将去破阵，刀盾武将去破阵。OK， 好，没事。破口，来中央据点来人，中央据点爆了哦。往后，
抓地点，每个时间全部往后死守破口地点。现在破口不用担心，破口不用担心。好，现在全部中央据点注意哦，破口的全部往中央据点去压，进中去平推的大盾。来了来了，我在他侧面。如果不行的话，那个原本大亏哥这边的人，走正门这边去夹他们后面，走正门这边夹后面，兵往这边拉。兵往这边拉。我在旁边平推。哎，山姆后面注意哦，山姆后面注意哦，后面有马哦。OK OK OK， 正面给压力，把他们压出城墙外。OK OK OK， 好，站回来。盾先架好，盾先架门口，等中央据点回来，再回到刚刚的样子，架两侧。杜敏在攻击哦。OK。一队盾出去就好，卡着他们就好，卡着好，不要再出去了，那一队卡着就好，那一队卡着。我被收出去了。盾要没了。OK OK OK。野蛮进来了，野蛮人。进中准备哦，进中准备哦，他们只要一往前压，你可以平推，你就平推，要轮流推，不要一起推。可以的话，朝不同方向去推。看一下哦，看一下，一个人在墙下，谁谁要过去打？我去看一下。你不要看，你人在哪里？现在来了，拿他吗？看着他吧。一两个先过去卡一下吧。嗯，我现在还在先卡个战线。你卡个战线。那个器械稍微，架两个器械好不好？在朝门口，从旁边朝门口架，因为我觉得他们要在等人压最后一波了。拓轮有 OK 吗 ？OK， 好，目前没人。好，那个我看一下。我去打拓轮的，拓轮目前没人。我你确定我要去露营吗？去吧，去，卡住。日本来了，拓轮日本。好好好好 ，OK。那边人够不够？那边人够不够？一二。那我先推哦。六。我推了。日本11人。OK， 好好。等他们挤进来之后，再推另一波。挤进来之后。日本二线10人。11。OK， 好好，睡。要打高谢尔玛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他们人少的话，就是直接往外压，直接把他们压出去。他们现在开最后战线，他们在开最后战线，29分了。OK， 那个谢尔玛的人现在全部往外压，全部直接往外压，他们人少了，全部。但是该平推的还是要平推，稍微等一下队友，全部往外压。然后补给这边稍微注意一下哦，补给这边。OK， 他们撤掉，他们撤掉了。直接把他们兵干掉啊！直接去干他们家的兵，直接往他们家的兵推。几个人守，几个人卡的那个最后那个补给点。他们要进攻来了。注意哦，他们进攻平推哦。好，对，这个破阵破得很好。Amber 破口给你，我上去。OK，nice。好，那我就先不督战了，应该没问题了。接到这，你跟我上去。
枪兵听着，全部努力。备战，备战，给个备战。我进来了。给个备战，补满，我要高战力的。补满。外面的我已经帮你追击了。OK OK。还有四个备战。不能上战。三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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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好，各位往前往前压，往前压，那个刀盾先给他处理掉。OK OK OK 器械处理掉。哎，这是我们的。OK 好。八加九这边，八加九这边需要大盾，八加九这边需要大盾，我的进中来了，来个大盾，来个大盾。那个不要跟着出去，这些兵是 NPC 的，不要跟着出去，侧门不要跟着出去。那个马的话放这个地方，放这里跟放这里。因为如果他们冲进来的话，你们就找机会绕，直接从绕那边撞他们侧面。他们外面有那个工程车来的。外面。有带工程车的那一个人，麻烦主动就直接追击那一个人。外面有看到带工程车的那一个人，直接追。哎，小靠背，我的谢谢。好，侧门我再推了，侧门我推了，后面有武将哦，注意后面有武将。小平推，平推，侧门注意平推。我倒了，武将倒了。侧门帮忙，侧门需要人，侧门需要人，侧门需要骑兵，侧门需要骑兵冲。正门拉一些来侧门，正门拉一些来侧门。现在没有兵的直接撤退了，没有兵的直接撤退。外面还要人吗？外面有没有补给？有没有补人？我需要备战，我还需要备战。有，他帮我再补个兵啊。好。侧门，右边。这边来一点马冲，来这边右边。他们真的四个，但是没备战。侧门需要进中，侧门需要进中，推进侧门开始推进来了。压出去。OK， 现在没有兵或者是
兵半残的，先撤退。他们现在人变少，我们有机会换兵，或是补人力，麻烦可以。有不够兵的，或是兵力减少的，麻烦撤退，让新的人进来。没错，我这就换进中。换，直接换，换就直接换。不跟你出去啊！武器认证秒杀。进来的人麻烦补一下侧面，来补一下侧面，我侧面不够人。然后马带马的放这边，或是放这边，等他们冲进来之后直接侧面撞。 OK OK， 来三线等我，等我大盾，三线等我大盾。那个你的近三线，这是你的近中吗？再往前加一点。OK， 好，架我的盾后，架我盾后。城墙上有人吗？城墙上有没有看到？我这边看，我这边看不到。OK， 然后器械器，如果靠近门就是器械。架铁砂朝门，如果是远的，就是架那个野溪炮或者是将军炮。如果是都没有，那就架一窝蜂。一个人打两个好难打。冷兵就出去了，冷兵就出去了，还没有撤门集结哦。大意来了，大意。那个这个这边这个人帮忙抓一下，抓一下。推推推，进中推，他们人进来就要推了，推推推，好，推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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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睡睡睡睡睡睡睡。下面那个小大家酒是谁？直接冲，直接等我骑兵绕过去，直接冲。等我骑兵冲，你直接跟着冲，对，八二冲冲冲。哎，这边这边，后面有没有人可以帮忙？从后面，好，睡睡睡睡睡睡睡，来，里面的人给压力，里面给压力，把他挤出去。后面冲掉，后面冲掉，后面冲掉了。OK， 打机械，打机械，打机械，抓人，抓人，抓人。快点，快点，他们过来应该是中央据点，打中央据点。他们没人了，先把补给站回来，然后中央据点，补给中央据点，补给优先。OK OK。还要注意哦，注意哦，这边有人哦。现在有骑兵的可以直接换骑兵，直接冲出去，他们剩两个了。一个了，可以直接出去，可以直接出去。他没人可以下来了。没了，他们都走了。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在拖，这边一个在拖。都走了。站点就好。那个长工跑去本镇了，啊，站不了。他不行啊，因为中央据点没有，他们不能站。为什么这个门会被关起来？哦，打开了。OK， 结束了。
该有人，位移配合今天也太漂亮了。一定有人啊，很明显就是把我们赶回来。哇，外面好多炮可以拆啊，拆光光。拆那个炮应该不会得到炮吧？进入过废片吗？